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录一期这个加六正天龙炮的视频哦。可以看到外观就大概是长这样。那强化数值则是三伤三弹夹，这应该大家都知道吧？总之，我们就是先来找一房，直接进去实战。那我们现在是已经进到一房，就是算蛮多人的，不过也是蛮多 BOT 的哦。这房看起来武器都还算和平啦、啊、没有说到什么天珠一堆啦，什么圣盾天剑啦、啊，或许是还没出来而已。哦，不过没有关系。咦，等一下，它好像有限制僵尸诶、欸，对，它有限制僵尸。这房没有限制僵尸。那加六正天龙炮这把武器，我觉得个人认为是不太推了。就你如果单纯真的就是想要去强化来摆着收藏，或者是就为了那个感觉而已，我是不怎么会推这把武器啊，因为老实说，它伤害也没有说到比这个加六刺侠、加零的刺侠要来得高。哦，既然这房有限，那就只能就这样打了，因为其他房刚进去一房32人的，结果好像因为剩下回合数不多，我打个一两局就没了，所以我现在又重入了一局。这伤害算是蛮低的，蛮低的。我们先定一下黑龙波，请他吃一个黑龙波，再一炮。这个不好说，下来开六，这个真的是有一点令我感到失望，也可能是僵尸的血还没耗完。不过没有关系，这个失误，我们直接切换到下一幕。哦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上来了，上来这个远端，上来这个公寓了。哦，这两个人是白，我觉得我们这个配枪哦，应该也要切回去以前的、啊，以前那种，什么来着？巨斧啦，金蝎啦，然后再配一把龙炮。哦，这样才有那个以前的 feel 嘛，之前龙炮的 feel 才会回来。真的是，刚刚一定是因为没有这样做，才没有杀到半只。来吃我黑龙波，黑龙波打到自己的队友了，应该了。来直接黑龙波，黑龙波的距离应该可以射到底吧？可以，哇，还有飞起来。下面那只吃我黑龙波，一发2600还算可以，蛮可观的这个伤害。至少在远程算还可以，只是很容易被队友吃掉啊！真的是，1300还可以了啦，2500，这黑龙波我觉得还可以，但是没有到真的很可以，就只是还可以，真的就只是还可以，就加紧用吧。毕竟龙炮能轰到远程呢，也是蛮屌的。一把炮的话，以一把炮来说。但是这个伤害啊，有一点真的是越低啊！哇，拿X12都比他猛。来一个切枪，嘣！哦呦，哦，有切，就是有那个感觉就出来了。哦，有这个伤害5000，可以。来再来一波，再来一个切枪，来个切枪，嘣！就是那个感觉而已啊！哇，这些人都拿X12一直收肉，我都收不到半只，真的是。哎呦呦，我收到了，你看，光这个切枪，挺准！哦呦，这个牛逼！再来！兄弟，看这些应该都是 BOT 啊，难怪会那么白痴，在那边给我们杀。来啊，还可以的、啊，至少比起以前家里的这把算是还可以用。哎呦，有一只，有一只，大哥，有人来了，
回家回家回家啊！不行了，不好意思，再见，拜拜。这局是拿了个 7K 啊，以一把龙炮来说算是可以的哦。那如果说拿这把，应该就是能吃更多肉啊，但是就没有那个 feel。哦，这把就是拿那个感觉而已，拿以前那个感觉。想当初就是这样，咚咚咚咚，三七二炮，砰。嗯，没事。哎，杀毁杀毁。然后直接来个雷，定定，轰，准备切枪，轰，哎，这样好像砍不太到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是把它收掉了。这种远程单一只就是黑龙波给它下去，是黑龙波，再来一发，哎 ，Q 连物炸死。再来黑龙波，黑龙波，哎、欸、有杀到杀到杀到，终于我们这黑龙波吃了那么多发，终于是有一发有用，还可以啊，蛮好玩的。哦呦，这个人这个专业啊，回砍啊呵，刚刚被震一下就给灭团了。啊，有点可惜，不过啊，算了。比较可惜的是，我不能拿一颗加一颗圣水哦，因为这支账号好像没有费南多吧？我不知道，好像没有。要不然就是有，然后我没有选，因为我刚刚没有看到他有圣水这个选项。啊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是照旧。哎呦，发现前面很多只僵尸哦，看来可以搞一波。不过现在还是有强化。他们还是有强化过，所以也是不怎么好打。黑龙波，哎、欸，正面请他吃一颗黑龙波，1500容易略低啊，伤害真的是，不知道怎么说。哎，为什么？什么时候上来的？既然有了龙炮，那我们就是要来三 F 尝试一下卖队友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来上一下三 F。不过好像没有人愿意让我踩头，我实在也是不怎么想要浪费我这个疾跑，这就有一点小尴尬。我真的不是很想浪费我的疾跑，因为疾跑有无敌嘛，无敌就啊，好了好了，上去吧，黑萝卜。欸，黑龙波，这个雷待会等一下，等僵尸多一点，就再来搞。先来个黑龙波，先用黑龙波耗他们的血量。哎呦，哦，没事没事，下面都是 BOT， 虚拟 AI， 这个肯定不是 AI 那个人，还想上来啊？定你，哎、欸，来来来，上来，哎呦，下去吧你。来准备准备，我们这个消耗一下血量，黑龙波，来耗一下血，耗一下血，对，耗一下血，血量觉得差不多了，就我们就直接下去了。我觉得时候到了，我觉得时候差不多了，我们差不多是可以下去了。等一下再让我后面发黑龙波，啊，时候到了，三、二、三，哎，回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刚刚没成功嘛，所以这次当然就是要来再试一次。哦，这个人想要干嘛啦？到底他想要踩上去，踩我头、啊？那我还不先踩你头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上不去？到底？来，大哥，让我踩一下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哎、欸，你的头真好踩，好踩头、哦。你来轰，一发1600。嗯，非常非常的棒啊，好武器，真是把好武器，非常非常的不值得加六，对，不是不值得啊，就是真的要看你个人，我个人是认为，欸，就是不值得，因为我没有多的红利去加它，那我就不会去加它，如果有的话，我当然会去加了，就是加那个感觉而已。哎呦，看来可以下去吃肉咯。哎呦，我操，我怎么感觉手雷还比，哎。
手雷感觉还比我的那个龙炮还要多只肉啊！手雷都比龙炮强了，真的是。尴尬了，尴尬了，等下尴尬了，来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我靠！哎，这个有了吧？这波算是有了，我觉得这波算是有了，这个可以了，这个是三 F 已经成功了。如果刚刚我可以切的话，我一定把整套，就是一定把整波带走啊！刚我如果可以切，我再甩下去，甩一炮，砰！哇，牛逼！我跟你讲，十几只那边十几只就直接往生。好，那由于我们刚刚一直都是拿这个巨斧哦，我们这次拿这个锤子，蓝色的棒棒啊，蓝色的棒棒。来看一下会不会就是结果会不会比较好吃的肉会不会比较多一点？哎，大哥，让我跳一下，拜托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开始跳。哎，对，哎，不对，好了，快点上去了，我不要看你的内裤。下面那位要死掉了，要被我们害死。大哥，你是想要卖队友吧？哇！现场哎、欸，直接直击这个卖队友的那个、啊，用一条内裤就想收买我，换我他妈卡你，换我他妈卡你，怎样？知道被卡的感受了吧？怎样？啊，他下去了，变僵尸了，啊，这就不能怪我了，怪你没站好。我本来也是打算让你上来的，不过就是预防万一嘛。哎呦呦呦，要求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黑龙波，黑龙波，一样黑龙波好血。我们等一下最后那个几秒再下去，在这之前先用这个黑龙波把他们解掉。我一发加总有10000多啊，这个伤害就是加一加炸到旁边的僵尸，这样加一加伤害有10000多啊！我操！原来黑龙波也是可以有这个奇效的，只要用对地方也是有用的。反正就耗僵尸血嘛。哎呦，哦，都是吃助攻哦，我刚还以为我吃到肉了。再轰一下，再轰，怎么好像都没吃到肉？再轰。1500，再轰啊，怎样？再来，我觉得我要节省一下我这个弹夹，因为我现在剩下七发好像不太够哎，我觉得我先等个这个弹夹。是什么？这是猎魂枪。我在录影啊，大哥。我录影的话就你都把肉吃走，我要吃什么？哇，这样怎么办？他都把肉吃走了。我刚刚是不是应该提早下去的？那个黑龙波，我觉得我们是时候要下去了，准备了，是时候，该是我们下去的时候。Let's go！ 塑胶，塑胶啦！啊呵，塑胶炮。我怎么觉得有一点后悔了？后悔拿这把武器。我觉得我可以等到最后那个，我先继续敲。敲到最后那个，剩5秒，再5秒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发射，白痴，为什么我射不出来，我龙炮射不出来，我龙炮他妈死，是坏掉还是卡到啊？我刚射不出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发射，白痴。好吧，那对这期视频
就简单游玩到这边就好了。也给大家知道一下，这把真的 CP 值不是很高啊，我觉得，就是你真的是单纯觉得，我就是独爱这个龙炮，你再去加就好了。不然我觉得它的这个实用度没有说到非常高啊。黑龙波，没了，好，拜拜，本期视频就到这边，拜拜。让我玩完最后一把。看我这个敲，这个手动敲，还是可以的，哦，你看，高端操作啊，秀一波，秀给你们看。这只给你们这些看到最后的那种来欣赏。怎么还是死了？算了。